最浪费钱的东西就是保养品。是怎样？你可以不要这样败家了吗？你这个孤魔怕老啊！他最喜欢买的就是手机壳，对，买了这个小屁孩，不把它丢掉好了。还有一个东西，一定要你帮忙把它丢进去，那就是你。你这个屁孩！他们今天这几个为人子女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结果看不下去了。小布丁好像搞不太清楚状况。对对，小布丁在干嘛？小布丁在干嘛？做啥？太可爱！平常丽琴嘛，你应该人家是很乖的女生。对呀，哎呀，都不要欺负妈妈，有什么好控诉的？哎，尊重，你来。人在吗 ？Hello。妈妈怎么样？妈妈不，再上去就好了。站着跟他讲。哎，这很可爱，小太妹，很活泼。怎么样，妈妈？她有乱买什么？用麦克风讲。她乱买什么？妈妈每次都会乱买一些那个什么哪个哎过期的过期的什么泡面吗？过期的东西，对，泡面过期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泡面比较便宜啊。啊，真的？不是买过期商品，我不是买过期泡面，每次去一个商店都要买一次泡面，真的？妈妈什么啦？这个孩子比较失控，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他。好，他都买什么？买泡面啊，泡面，很好啊，买泡面很棒啊，好棒哦，哎，好会买泡面啊，好棒。还有什么要控诉的？还有手机壳，买手机壳啊，好棒哦。手机壳很好，保护手机耶。对啊，很好啊。手机壳，如果那个手机不想要了，然后那个手机壳嘞，不就放在那边吗？哎，放在那里，好好哦，很漂亮的，是哎，哦，好棒哎，对呀，漂亮。很多不会乱的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，对呀，家里就是要越乱越好。我现在变成手机壳城了，真的，妈妈可以卖别的手机壳城。对呀，哎，好，还有什么要控诉的？还有妈妈都会乱帮我买一些很丑的衣服，真的，好死了，这件也是吗？真的，对呀，真的好丑，真的好丑。哪有啊？好丑，丑死了。好丑，丑爆了！你在地上爬一下，这衣服怎么那么丑啊？好绿哦！在地上滚一下，我不喜欢这衣服。那我们到他家去看看，好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家庭环境，会让一个可爱的孩子变成这样？崩坏。他最喜欢买的就是泡面，都过期了。这个也过期了。这些那个手机壳，看，你看有很多的手机壳，我都有点不喜欢。看这么多，一个手机也不用那么多手机壳啊，而且手机也是要换的啊。它反正它有用很多手机壳，但是都没有那个，都很少用到卖的，然后用，然后又没有用到。这个小屁孩。我最讨厌这个小屁孩了，不把它丢掉好了。小屁孩被你说小屁孩，那真的就是小屁孩，小屁孩图案的手机壳。原来妈妈喜欢小屁孩做马桶的样子。哎，家里该大扫除了。哇，我妈又买很多衣服给我，但是我都不喜欢，尤其是这一件，你看。上面粘了好多只猪哦，一大堆猪头。就算它有什么花，我也不喜欢，因为我最讨厌这些猪了。算了啦，全部捐出去丢掉了啦。我妈妈买了很多保温杯，这两个盖子不见了，买一个就好了啊。而且这个，如果
学校的话，那我会被我男生笑，反正我都不喜欢。来，神偷把妈妈的东西给拿进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看一下。这个妈妈很像，也是玻璃阿姐呢。嗨，小偷。嗨，你是不是想小偷？小偷很尴尬。偷两个半。哎 ，Hello， 我难得同意他，说妈妈帮他买的东西衣服都很丑，真的好丑哦。哇，哎，真的好丑哦！好像年要穿，好像小狗的。这个小时候如果帮我穿这个，我会去自杀。哇，哎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件还可以啦，这件对啊，这很好。可是这个是红衣小女孩穿的，偷来的，想太多了吧？讲一讲好像又很有道理。啊，这个都过期了。手机壳啦，没有，手机壳。哎，这个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欸、其实手机就像你要穿衣服一样，随时换。结果你连手机壳都是泡面哎。对啊，真的。但其实这个手机壳现在用不上 ，size 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我找一下我那个屁小孩的手机。哦，这个 i 六吗？屁孩的 i 七。手机壳你在哪？屁孩手机壳，我们看一下屁孩多屁。什么？哪一个？有什么画像？我们一定要把屁孩手机壳找出来。今天没找到，我看没办法抽到。啊，屁孩。拍一下，来，拿你拿去前面。哇！去哪？他完全知道流程了，对，很进入状况的一个小布丁，布丁布丁，你怎么那么气？小布丁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，一定要你帮忙把它丢进去，好不好？就是你，周楚除三害，来，周楚，周楚。没有进去啊，进去啊，进去啊！好，进去，进得去，进去啊！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好可爱，果然骨功。哎，他玩得很开心，这女儿太可爱了。因为人家喜欢买收藏一点什么，这难免。对，哎，但也不能买 over 了，这样就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个送我。好，哦，你喜欢那个？啊，你不是说人家买的都很丑，还要送你？可是这个你看。你这个屁孩！